一起来做默想祷告。饶恕我们的父，我们相信我父使我们做新人，我父赐给我们祝福。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来生活，不能做去地狱的魔鬼的仆人。就是使我们听话语的时候，这话语就像冬雨一样甘甜，说出来阿门，使我们得到应许的祝福。现在是魔鬼的人，假的人被自己骗了，失礼这些都不知道，反而害自己的家，害死了自己的人生，害死了别人，像梦境一样做了坏事情。告白，我们成了上帝的仇人，做了恶的仇人。깨닫지못함을용서해주옵시고이시간내가바로그더러운자라고사도새벽에도움받게하옵소서질병으로고생합니까마음이고통스러워그더러움속에빠져있습니까내가삶은앞이가득가득하여봉사람을모르고있습니까자녀들앞날이어찌될지몰라염려근심하고있습니까도움으로끝내게해주옵소서이새벽에这凌晨是我们顺从话语得到上帝的引导，使我们获得耶和华语的准备好的祝福。奉耶稣的名感谢，奉耶稣的名感谢，先祝福祷告，阿门。大家一起走一下《申命记》八章二节。여러분안되는걸또하나이렇게드릴까요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顺，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假的。말씀은생각을하고있는거 100% 가짜예요用头脑用脑子研究话语的肯定是假的人，属于魔鬼的人，一切想法都是在集中外边，这样的人是属于魔鬼的。上帝的话语不能依靠自己的头脑。아멘내가그래나쁜놈이요나쁜놈이요가장바보같고고린도전서1장24절부터보면전부까지가내가가장잘못난거28절부터보면하나님이볼때미래는뭐지옥가요지생각으로사는사람미래이기때문에근데세상사람은미래나도가는그사람은말씀이면무조건아멘하고그대로회개하고앉았대요한것이只能去地狱。靠自己的想法生活的人都是愚昧的。世人看来愚昧的人。여러분이뭐가안보여가지고내인생길을하나님은준비하고복을가져가라하는데난못가져가는거按照上帝的话语做悔改，这样的人可以活过来。이절에걸려서못가져가오늘아침에요거참뭐现在你们내일생의장명으로살고회개가돼서就是不是재앙저주내자손자랑为什么会不接受祝福？因为生命记八章二节，今天这凌晨我们以这话语为救人命做悔改吧。是否我们子孙不会受到灾殃咒诅？我们一起读一下吧。生命记八章二节开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지금여러분이병이났다사업에불린다부부지간에안좋다가정이안된다자손이안된다사이며느리가안된다아들딸들이안된다뭐사촌이안된다뭐안된다안된다하는분들병이났거나뭐가걸렸거나이거전부너내말순종하나하나나하나님이시험해보는데여보라그때또말이요이소리아니요몇년동안이일생동안40년동안일생동안순종부터40년60이요일생동안너일생동안에왜뭐가잘안되고이랬냐하나님명령하는데너불순종해그시험에받아불안합니다다시한번읽어보세요40년후60세你一生为什么这么不顺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吧开始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阿门믿음이뭐냐그래도안에들어가信心是什么내속에그도가계시는거基督里边的基督来到你里边的这才是信心福音十三章十七节内心有基督的话我完全还是以내밖으로내밖으로가던거이내밖으로아니라나는다비앞버리고여하到现在我们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饭碗그게믿음이其实呢这不是自己的饭碗그내생각내이론은야귀신들应该除掉
自己的一切，而要把主人想要的放在心里边，这才是信心。自己的想法和理论就都是属于魔鬼的，通过基督写信的话，通过耶稣进入到我们里面，这才是信心。信心来到里面的时候，没有自己只有耶稣基督，这是信仰。大家都没听过这样的话语，没做过这样的信仰生活。我们从祖先开始信奉耶稣，可是到现在还不行。나는바로된줄알았는데이태포도보면완전히现在그리고깨닫고성경의해기때문에내가완전히틀렸다信徒们来这里，然后买一大堆磁带，然后就回去。他们听这磁带之前，一直以为这是好的，不是听这磁带之后，회개잘들어가요말씀대로순종按照圣经话语，근데뭘조금대단한거짓말좀하더라는건요领悟之后，有些人来这里，조금만책망해도뭐首先给我们귀신들린소리꼭해요。没有学问的，他们受到责备的时候就回来。문제거리顺从话语，可是有学问的人，他们自尊心很强，责备他们的话，他们说太上赶了。뼈묻더니망쳐说鬼话，花钱学习的人就有问题。자색단판누가해요有学问的他们来办坏家庭办坏国家呀，这四色党派是有学问的学者们来做的，很遗憾大家要活过来。现在我们眼前的困难好像是上帝给我们的困难，可是这都是上帝试验我们，上帝试验我们顺不顺他的话语，上帝希望拉扎金的雅各书三章就拉扎金们成功的높이는데최고로성공하는걸한게왜안하느냐이말이요加倍自己的时候，上帝使我们升高，使我们成功，可是为什么不顺从？我们如果谦虚下来，不悔改的话，不能谦虚下来。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把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才能去天国。那么如果大家如果谦卑，大家都做悔改一下。我们承认，我们告白自己是罪人。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这时候我们没有话要说，内心平安。我们内心平安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在世上属于魔鬼的人，也说内心平安的时候，内啡太供应量最多，睡得很香。可是我们担心的时候呢，就睡不着。자야엔돌핀이나와치료가되거든我们去医院的话，医生给患者开安眠药或者打麻醉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睡眠能促进주님말씀들하면피가내페이타성피这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医治啊。那么병을다행히낸다이말이에요내페이타동의吗？血液骨髓腐败了就进行做血液透析，这是当今社会的医学技术。可是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上帝把不好的血液变成异地院的血液，把不好的骨髓变成好的骨髓，可以获得医治啊。有些人不想顺从这。这话语벽돌이벽돌이지만은한층두층쌓을때는일층쌓我不能일층의벽돌就像不心会那样反复给你们讲已经有很多磁带我已经讲过的，所以我只讲一部分，不是你们都听不明白都冷住的。比如盖房子的时候应该把砖头垒成一层一层的，第一层都做完了完成了才能盖第二层。세상을다스리고집에하는소리죠那么有些人不想听，应该要打基础啊，在犹大书一章有渐渐的内容。有些人不想听祝福的话语，为什么不想听？회개만식으면살아요我祝愿你得福，这意思是你找回上帝的形象治理一切吧。那么谁不喜欢找回上帝的形象呢？世界的神不喜欢，这不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吗？这凌晨我们回来的话会回过来，那么这话语为什么重要？光做回来的话，内心空着的时候，魔鬼就会来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话语装在心里。
装在心里，这话语，这道是谁？约翰福音讲一节，这道是上帝。我内心有上帝，我们三位一体的时候，魔鬼不能进来我里边。我内心拥有话语的时候，魔鬼不能进来。通过这话语改变我的思维啊！그래그게믿음이라해도여러분세계어떤으로뭐될게뭐뭐가있는데지금내가내가하는거예요那么如果做好人顺从내가내가내가세계어떤으로남들이세계어떤으로가는그런걸하나님이줘요그게믿음이다우리젊은이들부모잘못만났다我们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使我们升高，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这才是信息啊！圣经속의인물들이무슨공부를我们现在靠自己来做的人，他们不是最优秀的人。上帝使我们成为世上最厉害的人，这才是信心。你偏见的那个不信心，抱怨父母，抱怨自己的不好，所以不能成功。这是谁说的呀？《申命记》八章一节，我们《申命记》八章二节，我们再读一下吧，开始。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阿门。자베드로전서2장11절우리를나갔다나그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여기서하나님이我们하나님여호와께서40년동안을네평생을너로광야의길을걷게한다광야가뭐였어旅客上帝耶和华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왜이40년을광야를걷게하시느냐那么这旷野呢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受到很多困难그것도걷는거여자가는거중요하나요你说上帝为什么使我们走旷野四十年그렇게걷게하신것을기억해라왜이런거를낮추시려고했다旅客在旷野生活근데지독하야안나잖아요有些人说옆에서누가좀그러면我不走기분나쁘게일어나와요可是这也是走的아낮아져서不要记住上帝在旷野引导你的事情세상에그것이감사한게上帝想让你将被自己나는못받을줄모르고못고칠줄모르고집안에누워있는걸고칠줄모르고자식이방할거걔는방할거모르겠는데하나님옆에사람을통해서기분나쁘게하는그게나를살리는거다이말이에요그래서우리는원수를사랑할수있을수가없다원수가없어요我们为什么不开心？원수를사랑할수있는힘을얻고不知道如何得福，如何治病，如何解决问题，如何不知道。자꾸문제가안풀리게한다为什么自己的儿女不顺？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到灾殃。너를위해서광야의길가所以上帝用身边的人。그게너를위해서하나님이광야의길가면서낮아지라고했는데上帝通过他让我们活过来。광야길을똑내혼자저렇게사람들과그래광야냐아니요지금살고계시는데서남편이괴롭히고부모가괴롭히고시부모가괴롭히고자기가속썩일때옆집에서형제간이그럴때이게날낮아지라고한다이말이요여러분짝대기이렇게고무지는거해놔놓고뭐꾸며놓고왜냐하면여호와는상대시우리走旷野希望我们在旷野中谦虚下来那么我们如果将被自己啊自己一个人在旷野或者沙漠中走的话可以将被自己吗可以就是我在生活中比如丈夫的妻子折磨我婆婆折磨我儿女不听话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不好邻居折磨我的时候上帝希望我们将被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我빨리나낮아져서복받으라소리구나너낮추라고낮추라고낮추라는거我们心虚下来降卑自己的时候可以理解耶稣因为耶稣是最卑微的地方你是心虚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领悟自己太骄傲了又回去有魔鬼的灭亡的地方呢这时候赶快降卑自己或者受苦吧上帝为了你心虚下来苦练你试验你呢要知道你心念如何所以我跟你讲的你们要改变内心只有改变内心除了三个两事才可以改变行为啊否则的话这行为就是假的这样的演技这电影演员也做得最好装疼装不疼上帝不会骗的祝愿大家都得福上帝试验我们是我们在旷野生活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经过这试验그렇게주고하는데합격을못하느냐이말이요얼마나감사합니다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们考试答案，시험을답을我们就不能通过。答案不告诉我们这答案，사단계경하면낮아진다사단계경하면마음이바뀐다나같이누구시험쳤는데왜불안해가느냐이말이요不是为什么不通过考试啊？지금뭐가어려운게있다낮아지라고시험이现在有什么难题？낮아지면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为了你。
나만 당감으로 바뀌면 다섯 가지가 당감 신뢰를 가요. 그걸 나만 바뀌자 이 말이에요. 내가 당감으로 바뀌는 게 필요합니다. 로마서 11장 20절이요. 이게 뭐 종교인데 기억할까요? 너를 낮추시는 시험입니다. 그러면은 고생이 지금 나 때문에 온 집안이 다 하고 있다면은 부모가 돼가지고 판나자 짓버리면 합격될 거 아니요. 판나자 지는 길이 뭐예요? 사단에게 뿌리락했지요. 점점 직장에 가서 할 말이 있어요. 어디 가서 이유 내놓기 뭐가 있단 말이요. 자꾸 나 잘 되라고 시험 온 것 뿐인데. 기분 나쁘다가 아니라 감사합니다 뿐이죠. 전부 나 잘 되려고 하니. 아니 이래서 이 시험에 합격하자 이 말이요. 아버지 말씀 이대로 하면 다 돼요. 그리고 여러분이 외부에서나 우리 교회에서나 병고치고 축복받으러 물질 축복받으러 자녀 잘되기 위해서 오신 분이 만나러 보면 요 안 나차요. 여러분 딱 보세요. 안 낮춰요. 저는 말씀을 요래만 하면 삽니다. 요래만 하면 삽니다. 아버지 말씀 듣는 거 전해주지요. 하나씩 안 낮아져. 내 걔는 집단하고 난 뒤에 보면 밤낮 내가 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圣经话语告诉他们如何活过来可是他们不将被有些人像狗一样离开教会他们总是依靠自己 오늘 여기 광야 가는 사람이 누구요? 안 낮아지면 광야고 낮아지면 축복이다. 안 낮아지면 광야다. 40년 걸려도 내가 한다 계속.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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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영생수자들의시험을겪으시는분들남편장샤벤담으는구대기대가괴롭히지요벌레有些人说，朴实做了也没有用。德鲁吉班是哪个德福吗？不是的，上帝话语是有德福啊。我们顺从话语就行。大家都悔改一下，自己是自己是虚，虚给人带来麻烦。比如说做好的大家是虚的虚呢，给人带来麻烦。就是吃掉人们种的好好的蔬菜。总是做污秽的事情，这区就是我啊！我们承认罪恶，得到饶恕吧。这时候我们看一下不顺的人、假的人，他们说我做了，自知道悔改，可是还不行。他们都很骄傲，他们不打扫洗手间，不知道自己是很骄傲的。这就是我，不是别人。같은父母可以吃儿女从嘴里吐出来的，可是有些人，比如这孩子像爸爸，妻子不愿意吃孩子吐出来的东西。孩子像妈妈的话，丈夫不想吃这孩子吐出来的。我们在怀孕的时候，上帝都告诉我们。我跟这样的人一起吃饭，我一看就知道他的行为都告诉我，这样下面不行。你是在去旷野的路上啊？有些人说牧师，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我一看就知道。谁把轮胎放在方向盘上？远远的话都是方向盘吗？不是的，我们都知道这轮胎，所以需要的时候就去交换轮胎。
아니다 이 말이에요. 여러분과 제가 지금 시험하고 있는 거 方向盘和轮胎 不同的呀，不一样。现在我们被上帝试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现在我们被上帝试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现在我们被上帝试验，就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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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被上帝试验，就是因为我们太
谦虚下来，上帝会使你我们。你要今年耶和华你的上帝试验你40年，他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保守他的诫命不可，按照你的行为给你祝福。那么为了你得福，上帝现在试验你，我父这样说了。你现在每当被试验的时候，不通过考试，不合格考试。如果身边看到这样的人，那么想如果想帮助他们的话，先从自己开始就回来。责备是非常可贵的，拥有信心责备别人。希伯来书3:13就是顺从上帝话语的。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受责备。这次在祈祷院干活的时候，有些人受到责备后就不做了。看看他们，他们儿女如何？看看他们，好的日子。今天上帝的话语是什么？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因你和你祖先所犯的罪而你死了，但是我会让你活过来。有些人不爱身边的人，不责备别人。你们看一下豆芽是怎么长大的，一颗豆芽长出来的话，这豆芽是弯弯曲曲的，可是满满一份豆芽长出来的话，这豆芽是直直的。我们也是如此，互相责备的时候成长的哈。你们以后试一下吧，给一个豆或者两个豆浇水，把豆放在水里面，那过一段时间后，这豆长得弯弯曲曲。如果好多豆一起长大的话，豆长得直，互相责备的话可以健康成长。为什么不责备啊？不责备的人就能给身边的带来益处，不是爱人的家，这不是信心。上帝为了试验我们而让我们变得更难。为什么试验我们？为了我们降低自己，为了看我们是否顺从话语。我们顺从话语的话，奇迹会发生。我们和我们子孙都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有些人让儿女去留学，可是也不顺。顺从话语的时候，上帝使我们顺利。祝愿大家都得到祝福。有些父母呢期盼孩子成功，孩子去留学的时候父母跟着孩子去，可是孩子怎么样，顺利吗？上次说我人是大学教授，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在国外读的博士生成为了教授，然后呢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我们不能说他的坏话，不顺从话语的话不行。谁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我们只有顺从话语，我们子孙才不受到灾殃，给别人带来益处。大家都为了得福来到这里，现在愿大家都通过考试。你今天因为不知道这话语，所以不顺。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让他们过好日子。我们种爱，我们种好的得到好的。我们现在怎么样？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没有希望。谁能改变他们？哪个老师能教他们？哪个校长能改变他们？连自己都不顺，我们任何人都能行的，现在都能行的，不管年纪大的，不管有学问的还是有没有学问的，我们都能行的。只做悔改吧，悔改的话谁必行？悔改的话可以继续下来，这样的话上帝给我们一切祝福，普信的都没有了，或者祝福我们每天凌晨都要得到帮助。在凌晨这一天，上帝会帮助我们。제발내가살고내자녀까지는살리는곳까지한번하나님에게빛나요
今天我们要活过来，儿女也要活过来，大家重新开始。 从创业受苦，我们和我们儿女都活过来，成为发令的人吧。牧师，您，나는 안 되는 것 텐데요. 또 시험에 불합격했지요. 有些人说，牧师，我好像不行，你又不通过了。虽然是也感染，可是把重新接手的话，会变成好感染，大家都不行的。 우리는 마음속에 하나님 주신 그냥 저만 방탄의 인수 마음에서 나오는 저런 죄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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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저런
奉耶稣的名感谢先祝福祷告，阿门。